里的所有项目都玩过了。是啊，好想玩新的项目，更刺激的那种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让我来给你们编个魔法吧，大眼兔魔法，碰吧噜噜变。哇，这个看着好酷呀！哈哈，一定很刺激。山道上还有暗藏的机关，你们要小心，我先去看看。到达出口时，会有电动装置送你上山哟。哇，真是充满期待呢！哟吼，走喽！通过，大眼兔，这也没什么难度嘛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，刺激的在后面呢，我去试试。开始吧。啊！赛道上有机关，我得打开它才能通过。成功了，太好玩了！该我了，该我了，出发吧！这么容易就要过关了？什么声音？好大的石头！快跑啊！前面的路口可以调整道路方向，快搬动下闸口。好了，快从这边的跳桥开出，通过后再快速把闸门调回去。哇，真惊险，这个山道太有趣了。哦，这个山道看上去很棒，我来试试。我也来，我也来。哟呵，See you next time!